我们进一步要追踪，根据了解，其实这十个人的溯溪团呢，他们都很年轻，而且都是有经过受训，他们本身都是呢溪降或者是攀岩的专家，其实呢本身这个经验可以说非常的多。可是这一回意外发生的时候，这五个人刚好在瀑布顶端，五个人垂降的瀑布当中，所以现在有教练就分析了，主要是因为这十个人基本上都有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，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？是天时地利必须人和，但天时因为刚好是山洪暴涨，所以溪水暴涨的情况底下，大家刚好都集中在百米瀑布的湖口点，所以洪水一涨起来，大家是避无可避，才会发生悲剧。溯溪者沿着山壁攀降，看起来相当惊险。位于屏东雾台的飞龙瀑布隐身在爱寮北溪的溪谷内，由于现场有 S 型天然滑水道，在风水期时水量湍急，必须要使用溯溪装备才能前往。这次发生意外的十人溯溪团，个个都受过严谨的训练，却不敌瞬间大雨，五人被冲。他们能力都很强，能力都非常强，他们在各方面装备也非常齐全。如果不是这样大雨，他们一定就一直很快速的完成一个行程。啊，因为这种大雨就是可能大自然变化其实是不是人能够去胜任的，因为一天突然暴涨，暴下100多毫米，这个不是人能够去控制的。十名从北部南下屏东的飞龙瀑布溯溪的游客，在攀爬垂降时突然遇到了山洪爆发，四人当场被冲走，一人则垂挂在山壁上。具有多年溯溪经验的教练说，虽然这十人都受过专业训练，但很不幸他们刚好集中在百米瀑布的湖口点，遇到瞬间大雨，山洪爆发，连想跑的机会都没有。一般人是要走3天啦，因为他们的能力很强，速度很快，啊，他们必须走2天，他们直接从百米瀑布切进去，然后垂降百米瀑布，然后直接赶快的进入到第二段下半段。他们到了那个百米瀑的最上层，是就开始刮风下雨了。哦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像台风。当地民宿员工回忆，当十人团进入百米瀑布时，天后突然巨变，瞬间大雨有如台风，惊觉不对劲，想通知他们撤退时，却因为山区收讯不好没联络上，因而导致这十人有五人被冲走的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